哇，别闹啊！对，我人都没那么高。跳高就是用 J 字形以一个弧线的形式跑到跳高架的近前，用单腿进行起跳，越过这个横杆，谁跳得高谁就是冠军。啊！哇！最神奇的是老师的眼睛都没有动过。对。对。我们现在开始就是跑步点，大家看到这几个条，从这边进行助跑，然后左腿踩到步点条上去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踩上去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你跨栏呢？下一步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啊，不要那么刻意。对，没错。好的。一、二、三。你们数清楚他跑多少步了吗？我说是四步，对不对？四步。你说的可以多了吗？我说可以多，但是你这太多了。太多了。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原地过杆的一个练习，从脚一直是到自己的肩，把手放上去。我说一、二、三，就跳上去就好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对。小心小心小心，跳的时候往后跳 backward、OK 对了，来把那个高给他们放下，最低的那个、okay、接下来我们是把助跑跟起跳进行一个结合，单脚单脚，哎呀，没有关系没关系，哇，哎，没错，小心小心。滑了滑了滑了。对，不要不要跟就跟上去了。来，你不觉得很简单吗？来来一个，来超奥运，超奥运，超奥运。啊啊啊！往上，手是往上拉。再来一次，来一次。顶了，跑弧线啊，不是跑直线。我是屁股，我是屁股，我甩不动肩，我只能甩动屁股。然后你们现在排着队，从低到高，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两次机会，如果两次机会都过不去的话，你就要被淘汰。好，好吧，好，好，从低那个开始，八十五开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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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我差一点儿。下一个。嗨！下一个。啊！下一个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超越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消耗你所有的卡路里，真的。燃烧你的卡路里，拜拜卡路里。我倒不过来腿了。这个这轮里面只有两个人失败了，然后他们俩再来一轮。如果他们俩要失败都失败的话，他们俩就被淘汰了，然后你们四个接着比。好，来。哇哎，这轮里面所有人通过了。超越觉得感觉单腿蹦上去的脚。哦。
下次你，我跟你说，你看看脚马上就要碰了嘛，你就赶紧做一个假摔的动作就好。如果你们以后比赛的话，你们要记住，第一次过人要比第二次过人排名要靠前，然后长一个高度。来吧，方虎，你第一个。下一个。哇！加油！哇！很轻松，好呗。哇！哇！哇！碰到了，来加油！二虎，你们下一个真的就看不到我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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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一点点。就是每次下来标配，脑子好痛，脑子痛。我一直觉得我叫高秋子，我不能枉付我这个高字，所以我选择了跳高这个项目。然后我就一直每一次跳完，我就感觉我的脑震荡要犯了。来吧，就像是你们以后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一样，就跟跳高一样，每个高度都是一个困难，你们不要去害怕它。可以啊，跳高我觉得学的还挺多，因为我以为跳高就是只是一个缓冲，然后只要能过去就可以了。然后今天教练会告诉我们说，要有一个弧线的度，要左脚发力。今天你们专项是跑150米，今天是训练课，就是记住几个动作要点，不需要很往死里拼命的那种。大家现在开始一个先一个热身，好吧？好，热身枪开一下，然后不要，拉开你太开了。对，手臂可以活动一下，你看他的业务都跳起来了。准备活动就这样结束吧。我想问一下教练，就是这个150米是全程冲刺呢，还是说前50米冲刺，中间休息，最后50米再冲刺？就是150米的话，我觉得前面50米要把速度提起来，上弯道的时候还是要顺的，因为它弯道是不要太快，然后下弯道再加速就冲刺了。就跟开车是一样的，在弯道要减速。漂移完了之后要开始加速。那现在就开始跑了嘛？四个人刚好四条道嘛，那就大概一道在这里。还有二道在这里，你比较二，我二道。我觉得四道，现在是谁跑四道，就是勇气。